军营大舞台系列节目，谁是战士之星剧组走进二炮工程部队，将在这里举行谁是战士之星的选拔。近百名战士参加了海选，经过筛选，有20名战士进入了初赛，谁将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欢迎收看军营大舞台，我是魏晨霞。为了给我们的基层战士们搭建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推出系列节目《谁是战士之星》。今天呢，我们就来到第二炮兵的工程部队。今天呢，我们为了在这儿做这个《谁是战士之星》的评选活动，我们还特别邀请来了几位大家非常喜爱的艺术家，想不想见？掌声邀请第一位。著名表演艺术家，德高望重的李文琪老师，有请。我是一个兵，一个老文艺兵，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位战友在这几年都度过威武的日子，开心的日子。接下来我是一个兵，我曾经是一名通信兵，虽然我已经转业了，但我的心永远属于军营，只要部队需要，我就立即回到你们当中。掌声有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卓林老师。我是一个兵，是一个入伍40年的文艺老兵，应该说40年来一直坚持为基层的战士服务，为战士表演节目。那么今天来到咱们工程兵部队，我希望我们战友当中出现更多的战士之星，好不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军事节目主持人唐健老师。我是一个兵啊，37年前我跟你们一模一样，是个工程兵。我现在是一个电视工作者，我的愿望是有更多的战友能够走上电视荧屏，战士之星就在你身边。掌声有请青年歌唱演员。我是一个兵，我是从新兵连成长起来的文艺兵，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给战友们送上更多更好听的歌曲，如果能够和战士之星一起演唱，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谁是战士之星的选拔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初赛每位选手展示自己的才艺绝活，形式内容不限，评委通过举星为选手打分，得到4颗星的选手晋级复赛，得到5颗星的选手直通决赛。初赛第二场马上开始，经历了胜出的初赛第一场，已经产生了5组晋级复赛的选手和2组直通决赛的选手，而在即将开始的初赛第二场中，谁能过关斩将脱颖而出，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我们的初选，首先掌声有请第一号选手上场。今天呢，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绿旋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希望战友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支持我一下，好吗？铁马的鞭在失速，
正义的红儿女，他的苍穹心，钢铁的熔炉中奋发出英雄汗，整个带弹的硬盘里卧虎有藏龙，掌声再热情一点好吗？大风歌唱的百花破，桃绿色的旋律永远动听，一阵一阵绿旋风吹得我心动，桃绿色的旋律永远年轻，一曲一曲大风歌唱的百花破，桃绿色的旋律永远动听。从这个唱歌来说，还是从你的形象，还是从你平常的正常的本职工作，你本身就是一个战士之星了，所以这个我很喜欢你，没什么好说的，肯定不错，非常好。来，请五位评委表态，两分。我们看李兰得到几颗星？哇！谢谢谢谢，齐刷刷的五颗星。祝贺你李兰，谢谢谢谢各位评委，掌声祝贺他，非常激动，谢谢老师。哇，他跟我说个悄悄话，他想放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获得评委一致肯定的李兰放弃继续比赛的机会呢？我本来想的就是来，就是再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战士之星的舞台，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但是呢比赛这个就不参加了，只是展示一下我的这个才艺，还有我激动的心情。但是没想到评委老师给我这么高的评价，高风亮节，值得赞赏，同意。有请第二号选手上场。看得出来，舞蹈基本功相当不错。评价一个人舞蹈跳得怎么样，其中有一个标准，就是敢不敢离地儿。他这个舞蹈呢，虽然展现了几个动作，但是基本上都是离地的。我希望呢，就是说把我们的一些舞蹈的基本功的城市化的动作，用在展现我们军事生活。塑造军人的形象上，恐怕就更好了。告诉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吧？能继续在部队留下去。我虽然可能放弃我自己的专业，但是我不想脱这身军装，我不想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这就是一个老兵的情怀啊，对军营深深的这种眷恋。请五位评委表态。四颗星，谢老师，祝贺你。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上场。接下来呀，由我们娘儿俩对为大家带来相声。等等，你怎么是娘儿俩了？这是紧张了，不好意思，再来。到这儿都紧张了，孩子。接下来呀，由我们姐儿俩为大家带来相声。等，你紧张成这样吗？不是姐儿俩，那叫咱们俩。对，再来。接下来呀，对，由我们俩为大家带来相声《论捧逗》，表演者曹黎平，谢谢。我呢？你不在这儿呢吗？我是在这儿呀。啊，你怎么没抱我呀？呀，讨厌，这么多人了，你这抱你。
什么呀？我是说呀，刚才报演员名字，你没报我。你一个捧哏的，还用报？捧哏的连名都没有啊！我把你们捧哏的好作一比啊！比从何来呀？聋子的耳朵啊，配的娶媳妇打分啊，纯属凑热闹。那有句话说得好啊，红花需要绿叶配。就你还绿叶呢？啊，来，大家伙瞧瞧，这整个一个烂菜叶嘛！不是，我这叶要是烂菜叶，那你那花呀，就是爆米花，爆米花。你一个捧哏的，怎么跟逗哏这么说话呢？好，你不是逗哏吗？你挺有本事是吧？今儿啊，我捧哏呢，我还不伺候了。哎，这不就跟你开个玩笑吗？至于吗？你开玩笑啊？那我这度量呀，还可以原谅你。咱这相声呀，还得接着演。那接着演？那再演就不能这么演了。那应该怎么演呀？要不这样啊，咱们呀就把刚刚这段论捧逗演绎成各种不同版本的。不同版本的？啊，那都有什么版本啊？咱先来一个琼瑶版的论捧逗，怎么样？琼瑶版的论捧逗啊，那应该叫捧深深，逗萌萌。听着挺有诗意的，那咱重新上场来。哇哇，哪儿鸟叫啊？琼瑶版的乐捧逗。哦哦，哇哇，这不是哥哥？你不是妹妹？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呀？我在这里演出的。好巧好巧，我也是到这里演出的耶。可是我是逗哏的，而你只不过是捧哏的。难道说捧哏就不重要了吗？哥哥，你就不要跟我争了，好不好？好不好了啦？那好，既然这个样子，我们不如摊牌好了。在这个舞台上，我是红花，而你只不过是一片烂菜叶而已。什么？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你不可以这个样子。那你要我怎么样子啊？我要是烂菜叶，那你就是爆米花。够了！为什么你总是跟我过不去？为什么你总是违背你自己的良心？为什么你到现在只是个捧哏呢？为什么？为什么？你说。我知道你一直想做一个逗哏的。我有说吗？你不需要说，你的眼睛已经出卖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吗？你想做一个逗哏的，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而已，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你不配，你不配，你不配！不，这不是真的，你胡说胡说。我就哎，停停停停停，这怎么还带打人呢？这不好玩吗？这好玩归好玩，这样打人，这那行行，咱再换一个版本。你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金庸版的论捧逗。金庸版的论捧逗啊，那应该叫《舞台英雄传之捧鞋斗毒》。听着就不好惹。那咱重新上场来。这不是逗哏王绑猪逗你腕打下吗？咦，我还当谁嘞？原来是捧哏王掌门捧臭脚打下呀。急着找我有何贵干呢？听说逗绑猪对我们捧哏王口出不逊，今日特来讨个公道。不错，你们这些捧哏嘞，只不过是一些旁门左道的烂菜叶而已，只有我们逗哏嘞才能称得上是武林豪杰。可有人让我给你带来一句话？什么话？你们逗哏帮
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呀。那好，今天就让我这个爆米花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烂菜叶叶。想不到你这么绝情，今天我要为武林清理门户，请出手吧。来，大家伙瞧瞧，都这样了还用我出手啊？哎哎，你怎么又打人呢？你这这不金庸版的吗？这整的我容易受伤啊。我这那行行，咱再换一个。你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韩剧版的论捧逗怎么样？韩剧好、啊、那应该韩剧应该叫什么呀？叫捧拉拉逗拉拉逗你。听着挺有感觉的。那咱重新上场来。听得懂啊？你得说中文。我是豆根啊。我是捧根啊。我是红花啊。我是绿叶啊。你是烂菜叶啊。你是爆米花。长今，请记住，红花需要绿叶配。大人，您说的是红花需要绿叶配吗？是的，长金，我说的就是红花需要绿叶配。大人，您说的真的就是红花需要绿叶配吗？是的，长金，我说的真的就是红花需要绿叶配。大人，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红花需要绿叶配吗？是的，长金，我说的真的就是传说中的红花需要绿叶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伤害任何一个捧哏的，在这个舞台上我一直坚持着硬撑着，可是现在我快要坚持不住了，因为我快受不了了。我也快受不了了。就是因为捧哏的事情，我的搭档把我推到了这个地步。大人，您这样对长今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是真的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断绝关系吧。那你还是和我断绝关系吧。你这样演呀，比刚才打我都难受呢。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你是真的很难受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求求，我求求你了好不好，这相声我不演了。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你是真的不打算说相声了吗？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救命 啊！真的吗？这是真的吗？你是真的不打算要命了吗？真的。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相声啊，尤其是女性说相声，这在相声界这是一个到今天为止很难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这男的说相声吧，你说的就表演的稍微过了，大伙儿啊可以接受；女的不到包袱不响，稍微过一丁点儿，马上你的感觉不舒服，就是那么一种感觉。所以说女性说相声太难太难了。实际上我什么也不用说了，如果按照传统的这种审美，或者说是正统的审美，可能呢我会挑出很多问题来，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什么都甭看，现场的观众
这个掌声你可以组织，笑声没法组织，能笑出眼泪来，能笑得前仰后合，更无法设计。所以说，衷心的祝贺你们非常好。谢谢老师。这样吧，为了避免我们俩不举牌，再来说说你们其他的特长好不好？我们再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叫演完你就知道了。嚯，还有备而来。开始。好了。没见过这马跑着的，这马基本上就疯了似的，是吧？而且他这个喷火那个，真是我头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这个喷火绝对是真功夫，而且太厉害了。但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有美中不足。嗯，如果说你这喷火最后哗即兴喷到主持人脸上，这节目就漂亮了。来，要不陪你卓林，卓林。这个主持人，如果你刚才过来啊，你要冲我喷一下，打一菜，红烧牛肉，火了，大火，谢老师啊，最后那跑我们这儿火来了，哎，这个，人家带着火上来的啊，我差点吃着红烧牛肉，这个，这个表演呢是实践的艺术。它不是理论的艺术，实践，所以希望你们多演多编。你们俩人我发现了一种天赋的幽默感，这个是很难得的。天赋这幽默是学不来的，是吧？下边的演出就是什么呢？精心设计，到台上随意体现，这就是表演。所以你们下边不光要认真排练，上台不要把舞台当成表演的场所，要把它当成生活的场所，是更加自如一些，就更好了。是是啊，反正火了。嗯，好，请五位评委同时表态。全友家居将绿色产业链带到了您的身边，全新为您打造绿色的产品和生活空间。绿色全友，温馨世界。2700年酿酒传承，800年原名窖址，3代国家酿酒大师，珍藏石窖，口子窖。
谁是战士之星？走进二炮攻城部队，精彩继续。请五位评委同时表态。侯礼平、宋浩诙谐幽默的表演让全场笑声不断爆发，而五位评委的一致举牌让侯礼平和宋浩直通到了决赛。你们能不能用一个动作告诉大家下一次晋级之后有什么样的作品亮相？一、二、三、四、五。现场有没有会武术来挑战的？有吗？是你吗？跑上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超。张超哈。这个呀，武术里边啊讲究出奇兵。嗯，这现场报名的就是一奇兵。哎，我觉得他们两个，你说搭档行不行啊？比如说表演的时候一起，你们俩有没有可能搭档搭在一起啊？完全可以，一个是水泊梁山的，一个是十三棍僧，这个一个少林寺的。嗯。这俩人打起来，我觉得这挺哎挺有热闹。对。你们俩同意吗？搭档可以，可以。然后呢，给他们两个同时打分，举牌。两分，两分，真好，真是非常有功力，而且是两个小伙子非常可爱。好，嗯、哇！祝贺，祝贺两位。李玉、张超两个陌生的战士，拥有同样的才艺，通过比赛认识，与现场组合晋级复赛。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能否配合默契，给我们带来惊喜呢？录制过程中，现场气氛热烈，激起了大家参与比赛的热情。许多战士临时报名参加了比赛。你是刚刚报名的吗？好，请你到台上来好吗 ？Take me to your heart, take me to your soul, give me your hand to hold me。请上来。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清丽的水来爱，小哥来了，哎来了，咱俩今天给朋友们慢点练小音乐 music。过雷电鸣，有过沉浮升腾，却不为其所动。人沉浮，人升腾，任凭地裂山崩，永远向往着东方的太阳红。他们中不仅有展示文艺才能的，还有展示自己本职工作的。哇，太细了，唱什么？爸爸去哪儿？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有你在就天不怕也不怕。柴米油盐半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哇，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准备不足最终被淘汰了，但是我们感谢他们的参与，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坚持自己的爱好，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我觉得我今天站在这儿，我就看上去就已经很棒了。对，此时正在等待上场的选手们都在为接下来的表演做最后的准备，而现场也出现了很多黑马，他们通过优秀的表现顺利晋级复赛。我想唱一首我们旅队原创的一首《大山深处保国防》献给大家。别看我不唱我这钢枪，深山里我扛起风管献身国防，导弹工程兵的价值向何方，不见你豪情在大山里回荡。啊，声震天响，威武的队伍走四方。啊，唱得不错，我给你提个意见，形体上再练一练。我们要求的是挺胸收腹提臀，现在呢你有点收胸挺腹耷了唇，是吧？这个你站起来压劲儿。你说的是他们挺得多好啊，老觉着上面有一根这个线在提着自己似的，但是你一唱起歌来就是就成这样了，是吧？这个形体上再练一练啊。四颗星。丁帅一首旅队原创歌曲唱出了工程兵的壮志豪情，同时也让现场报名的丁帅成为了晋级复赛的第一匹黑马。哇，你给大家带来什么才艺呢？即兴那个 B-box solo。 有没有那个会什么街舞的？还有男兵吗？好，这个小伙子这个 B-box 这个出乎我的意料，声音非常好，而且他模仿的惟妙惟肖。再一个，他更加让人佩服的是他能即兴的跟这两个小女战士即兴的配合，而且配合的天衣无缝，
我觉得真是难得的人才。这两个小姑娘表现得非常好，出乎意料，活力四射，祝贺你们，祝贺你们。哇，四颗星，祝贺三位。一生在天际间，饭菜多吃几口，出门在外没有猫的小米粥，一会儿看看脸，一会儿摸摸手，一会儿又把想起的事塞进耳的兜，睡在妈妈眼里，妈妈眼里流，妈妈眼里流。谢谢。这歌唱得相当好，音质相当干净，音色也很漂亮，这个我觉得不错。但是就是说你们上台以后啊，这个台风啊，几位都得练练，就是你们的站有站相，立有立相，你往前伸手的话都贴着身在这伸，你这多小心，要打开啊，打开往前走啊，是吧？就是这方面美中不足，唱得非常好。是，谢老师，你感动了我。因为我们是普通战士，我们很少登台，但是我觉得李老师说的您听明白了吧？所以站在这个舞台上，听听老师的点评都受益匪浅。下回再登台就知道了，我们不这么动作，我们打开。哇！谢谢老师。四颗星。在现场七舞团的热情呼声中，彭迪这匹黑马不负众望，顺利拿到了晋级资格。给大家再来一首长号独奏吧，长号独奏，冬天里的一把火。
就是这个歌手啊，这个他在那台上非常重要的一点，他得有那个星象，他得有那个范儿，还得有那个台缘，你都具备了。你都具备了，你可以去参加那个歌手大赛啊什么的，或者一些歌选拔，我觉得你够那条件。谢谢老师。啊。不客气。刘书涛的表演一度让在场所有人的情绪达到沸点，成功晋级决赛的他，不知道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一个晴朗的早晨，歌手声伴着起床后裔，但是这世界并不安逸，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雨，准备好了吗？士兵兄弟们，当每天真的来临，为了胜利，我要勇敢前进。准备好了吗，士兵兄弟们？当每一天真的来临，奉献吧祖国，奉献吧亲人。为了胜利，我要勇敢前进。谢谢。今天谁生日？今天是我的29岁生日，谢谢战友们。哎呀，那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吉尼斯世界之最，最多的人同声唱生日快乐的歌，因为你给我们带来了快乐。谢谢老师。其实主持人战友问我，我是在这待了10年了，战友们经常问我，爽姐，你在部队奉献了10年，你的青春都奉献了军营，你后悔吗？我想说，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女兵，我永远不后悔。非常非常好。如果说唯一有一点点我觉得可以再好一点的话，就是每一个字的咬字的字头，尤其是你唱这个战斗歌曲，这首歌写得非常好，我们经常下部队的时候都会唱，虽然我不是唱美声的，但是还是懂一点，把每个字的字头再咬清楚一点，再咬扎实了，我相信你能在咬字上和你的这个感觉上能提高很大一层，在咬字上稍微有点松，有点空。请问杨爽举牌，1、2、3、4，5颗星，杨爽。谢谢啊，战友们，谢老师。观众朋友，下次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谁是战士之心？走进二炮工程部队的两场初赛，在本周告一段落。共有11组选手晋级到了复赛，并有4组选手直通到了决赛。下周晋级复赛的11组选手将一起争夺进入决赛的名额，希望他们通过这一周的准备，能够再次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咱们坚持是欢迎他，然后我们也很庆幸直通到了决赛。军营大舞台给了我这次机会，这个平台非常的好。进入下一轮的决赛这一说，心里的确真的很高兴，我们会把最精彩的献给战友。看到台下的战友为我们欢呼，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军营大舞台推出了这个战士之心，这是我们基层官兵的一个展示自己文化才艺的这么一个舞台。大雨不期而遇，但是这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呀，这下来我们的心越来越热，非常的感动、激动、钦佩和快乐。我们新时代的革命军人，
他们不仅胸怀着最伟大的强军梦，而且个个都才艺非凡。我觉得人才辈出，这也是咱们整个部队的一个作用。这个军人大舞台能给我们全军的基层的官兵能提供这样一个舞台，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对我们军队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对我们的壮大是非常非常。